盖小鸟啊，你也在那去对啊。上顶关就是讲，会当予你入面，但是无开放的迄个五楼吼，伊是无当算在内。伊无算入面呢，正经要算入面，爱叫106，你也无相信，手机爱查一下吼。所以吼，咱真正做手面头，要去103啊。啊，你看我85楼的隔壁，是毋是一栋已经超过伊的一半？超过伊的一半，超过伊的一半吼。伊巴肚内底就是甲地址同款，伊的巴肚内底啦吼。以前就这个名，伊内底拢是一个一个仓间，一个一个独立的仓间。每个仓间的顶管看到无？哦，遐拢一个炕管，炕管下骹就是一个仓间。一个袋子，台语是毋是躺着一卡地啊？这个是嘉信22号码头，这个目的呢，都是要来培养咱的游艇人才，也嘛要来培养咱的游艇文化。所以台湾要变成恰当的游艇王国的吼，咱嘉信人这个所在就是上重要开始啊。遮尔近，搁遮尔慢，就是要去上遐紧的啊。尤其咱头前这只上大只，看到无？这只是台湾做的啦，这外国来。哦，遮尔大只爱20米咯，看到无？六万八到五万只，嘉信人才能一只啦。咱都要去一种世界级的后村去哦。